谈谈啊，什么叫感情？若用世间角度来看啊，感情是一种感受，情绪是集结了各种感觉以形成的心理反应。而常能用灵界的角度来看啊，其实感情就是两个有共同的业力的人，而被业力牵连在一起。为什么说是业力？而在世上眼中，感情也可以带来幸福了，快乐。但在轮回路上看来，感情是一种苦，它让人家受到束缚、捆绑而无法解脱的轮回。感情表面看来是带有归属感、幸福感，可以给彼此的依靠，好像世界有个人与我同在、同心同行。但离别时的痛苦却是难以言语痛苦，心中不断的思维回想，伤感悲痛。所以感情的背后是一种苦，过去的因缘让彼此在这一生牵上感情线，缘分越深关系就牵得越深，才能在超度过程中看见，有好多人都为了感情无法处理六道，问他后悔吗？他几乎都对我猛烈的要说后悔，相当后悔。常在问，那么曾经深爱的人是谁？有灵回答，冤冤相报啊！太多的业力牵引在生死之中看与幸福的感情，背后竟然有着这么大的业力影响让人落入情网，而后无法自拔，最后受尽各种情苦，无法解脱。现在已经闻到佛法美味的学佛人，应该要看到感情所带来的苦有苦。像我在跟黄彦祥来讲这个你算是不错了书读了这么好，也知道没有路也不去玩感情这感情其实我给大众讲，像我从小看到他没有一个是幸福的，而且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所以在我闻到大法的时候，我说我这事情可严重这个假如说你这个情的不放，就像我们现在我也讲不管比丘不就是四种体，所以感情有没有法还是很少就像有的听经听了几十年还是很难放下这个东西也给大众讲是非常的严重，我看了很多这个东西自己要去解套，主要在听经听经假如能够听得进去知道这个东西是骗人的，其实找回自信很重要像这个自信给大众，你们一定要找回自信很重要自己能够做主就像我今天也给大众讲，在我们这里也不会四大分离其实讲真的这个我舍不得一个人走开，你知道这个谢一贵也知道，但是不得已一看你的孙子被附体这么厉害这个问题出在说是个性的其实这个性我也希望大家要改，其实个性不值钱个性害了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看了很多，因为我学过三十几年了，我看的太多了，所以很多人不懂所以我也给大众讲个性就像雅珍来讲说，看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可以学，你学佛就好了，不要讲学术，听不到。我们这里都是问题的人包括你都有问题忧郁躁郁都有的，听不到。像没有这点慈悲没有人接纳你们可以问，没有人家要接纳你的。为什么？看有没有一线之光一线之光，你醒过来就是成佛，不得了。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华清王问他的，属猴的右脚膝盖的某种磨块到。其实你不要看到我身上，我带众生苦很苦可是我有一个给大众讲，我很值钱我不要像人家老了无助要给医生看，我不用，最少我这个带众生苦活都请出来。所以我们常常在请众就是这样身体都要请众，不请众不行这世上有多少人想要修行，修行的目的是为什么念佛人这么多，有多少人练的成就有些人修了三年想就要成就，有些人修了五年想要成就也有
人啊，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脚印，修了十年、二十年，想成就。但有一些人呐、啊，连皮毛都没有修到，就想要成就。这些人就是我们魔快啊，哦，他叫魔快道，啊，魔快道寻找啊，一群的修行啊，求快。像现在我也给大家，像在魔界来讲啊，你们最好档案看一下啊，这都有出去了啊。像这个魔界的个性呢，假如我们都有，我们倒会给魔给控制了啊。所以这个在这世界上有人来寻找，可以让自己最快速啊达到解脱法门。真的有这个方法，确实有法门声称可以如此。啊，只要轻轻松松，啊就可以得到解脱啊！当我听到这样的法门存在，啊，所有魔王都笑翻天了，因为我们从来也不晓得有这种法，啊，可以有如此厉害的效果。当然，我们要实际去看，才知道原来是我们的同佛啊，就是那个法门里全都是和我们一佛的魔众。我们魔王，你什么时候啊成立了这么快速解脱的法门？魔王回答：老早就有，我配合人类的心性了，帮助他可以快速成就，快速得到解脱。当我们这个法门一成立啊，像这个我要给大众讲，快速成就，快速成就是为这个身都不能成就。那为了灵性就可以，像现在你看结空老法师访问呢，他讲得很好，尤其昨天那一篇讲得非常好啊。啊，其实就是这个身会动啊。假设身会动啊，你要见性就很难。像刚刚这个啊，魔快说，哎，你不能三年可以学到，要看你自己的。啊，你的啊，止住你的念头，知道这念头不好，你能够止住，啊，这个念头不是宇宙准则。啊，你可以止啊，止住啊，啊，能够这个突破，那三年绝对没问题。啊，假如说你今天呢，啊，这个不能止住啊，一下你看看波动，魔动就进来。我给大众解又听哦，说帮助可以快速成就，快速的解脱。当我们这个法门呢、啊、一成立，立刻有一些好奇人啊上门询问，只要有人愿意和我门学呀、啊，他就能很快速到。得到所要的成果，但其实他们学的就是我们魔法了，啊，因为只有魔法才有这么快成就，啊，这个魔法为什么成就？个性可以不用改，佛法个性不改，马上附体。我给大众讲不一样的，现在我们这里看得很清楚，你不是真佛法，你身体给人家用的，啊，所以我赞叹这位魔王的聪明。配合人类啊，心性啊，来成立一个完全的符合人类需求的法门，这样能够快速说到某种魔僧，不像我这啊，不像我还要去各个道场去寻找适合对象。不过幸好，这样的人类一点都不少，所以啊，我还是轻轻松松地找到。所以我也给修行人讲，为了生修行，你会附体，啊，为了众生修行，你不会被附体。我给大众讲要听啊，要为众，所以一点也不费力。从我成魔至今啊，整整600年的时间，已经有很多人落入我的魔掌中。这些年、啊、快速成为我的魔祖魔孙，扩大我的势力啊范围啊，然后再继续啊侵入他人类心和头部，干扰他们的思维，让他不论学什么都快速成就，最后跌到鼻青脸肿啊。啊，我们的野心越来越大，啊，一开始就控制修行人，到后来各行各业各种身份人，只要是人呐、啊，都是我们寻找目标，因为每个领域啊都有这样的心，想要赶快成就。所以一位30岁的年轻人，是我最近才新找到对象。这位年轻人进入佛门修行至今有3年时间，这3年呢，他听从师父话去做，每一件事都要求速度。想要最短的时间内啊，所有的都被交办的事情完成，然后可以再啊做更多的事啊，再啊，他对于自己的啊自己的厉害的要求啊，真的让他每天做了比别人更多了一倍的事，而且凡事都要求完美，每一件事不是随便做，
真正做到几乎完美程度。不止如此，这位年轻人也清楚知道修行不是只有做事而已，所以他也积极的念佛，积极的诵经，每天用零碎的时间快速的诵完一部又一部的经，然后讲佛号，不断在嘴上念。除此之外，他也不断的加强自己学佛的知识，再多安排一些时间让自己研读啊经文，这样才能够有更好的佛学底子。啊，这位年轻人是一位高材生，拥有高学历的他，身经世俗，仍有优异的课业表现。现在学佛也同样如此，对自己相当有自信，相当修行绝对有成就。他的父母是在年轻人好胜之下，又凡事都追求完美，但是呢，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会出事，所以多次劝导他不要再好强，也不要求快，才能够真正走出踏实。年轻根本没有把父母的话听进去，他想赶快啊有好的表现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啊。在各种的心念的作用下，我们这个魔爪就找上他，但他不晓得，还是继续不断的追求成就，想还是没有学会走路之时就会飞。我们笑这年轻人真是自不量力，他所做的一切似乎精进认真，但背后那个强大的野心与目的啊，早已阻挡他前进的路，所以这个年轻人被我们控制。这年轻人身体其实已经相当的疲惫啊，但好胜好强，好高骛远啊，强撑的身体就是不放弃。上次那年他一天在夜里正熬夜啊读经时，突然倒地急中紧急的送进医院啊，这个昏迷好久没有醒来，大约两个礼拜才奇迹清醒。大家以为他醒，其实我们某种清楚那个醒不是他，因为他身体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我们就是他体内，利用他身体做了我们想做的事啊。至于啊，他也加入了我们魔界，野心强，好胜好强，求快，全都是我们啊某种特质完全符合。刚刚那是我最近成功的控制一个例子了，还有好几位正在事业上冲刺的人们啊，不论是年轻人或中年人，他们都落入我们的魔掌中。将来人道怎么能来？人道是很苦啊，人道就是被控制啊，这很苦的。虽然人道真理很重要，假如你没有真理，你看人就被控制了。所以因为他们同样有个啊，和刚刚那位上司年轻一样，心念想要赶快成就，想要展现自己能力啊。我魔快到来到此地啊，佛地头一个要找就是苏火了，因为我得知苏火不断在打扰我们的魔界，所以啊想来此地要找苏火啊，阻止苏火在干扰我魔界。另外我要找就是苏火底下的师兄弟子了，看看是否有人这样和我一样的心念啊，只要稍稍嗅到有味道，他就会进入他体内啊。在这一时一时啊，都不断的被护法神给挡住，我们也不放弃了，还是继续尝试，最后还是宣告失败，因为说已经发现我们存在，把我们送进华净土啊。所以这个啊，魔快道讲我啊，一大群啊，魔众被送到华净，这些全然来得太突然。根本也不晓得发生什么事，在苏佛这里啊，我看到正在举办三十天法会啊，这个法会相当的特别啦。参加法会人类只有几个人啦，数量看起来也并不多，但整个灵界空间啦，只有无量无边的灵在这里哦，他们全是来求超度啊，甚至还有非常多的诸佛菩萨也全都在此。我对这场面感到相当好奇，因为以往啊，从来也没有人见过。当我一想，我竟然看见是我的头顶啊，充足好多一模一样的师傅，数量无法计数啊！有其他魔众告诉我，那就是师傅的1000、1100化身了。他利用化身进入各个不同空间中超度，帮助空间呢，众灵可以解脱出离。哇，好惊讶！竟然有人类能有这样的功夫，我不停地看着师傅啊。看他进入每个空间里的样子，速度也非常快，快到我连看都无法看清楚。我问起了魔王，师父学佛多少年？魔王说，
说他学三十年，我的念头说果然厉害，三十年修行拥有这样的功力啊，确实相当了不起啊！我才看见不到几分钟时间说，说救急的众生已经多到难以数尽，因为一句弥陀圣号是我法身啊，就能够观想非常多空间，每个空间里啊，众生都相啊都能够同一声佛号啊得救。好多魔族都和我一样，看了目不转眼，他们睁着大眼睛问我们多久能学会数我功夫。我回答，在数我这里，我们也不能追求速度，只能按部就班，一脚步一印。现在我们先开始念佛，把自己心念啊，心念干净，把魔性净化。啊，由我们了，老老实实念佛，老老实实的改变，啊，这个才有，啊，才能学书一点皮嘛。啊，我们看281页，叫做病。啊，假如是你真正的学佛啊，可以不病的。像我自己啊，从开始学佛，我很少生病。啊，真的给大众讲，也不用给医生医，啊，就是喝水就可以了。这个给大众讲啊，这个叫做佛法啊，像我们在学佛啊，很重要，信佛很重要啊。这个信佛给大众讲，就是佛所教的啊，你能去做到啊，一脚步印，这叫做信佛啊。所以这个生啊，这个老师夏林居老师开始讲啊，生病啊啊，身体病啊啊，这个体病心病从何来？念头做主，病根现啊！像现在我给全世界人讲啊，人道啊，学佛最重要就是要改心啊！啊，这个心啊，我也给大众讲，就是你这身体啊，那个细胞都是重灵的、啊。哇，我讲清楚一点，大家就比较听得懂了啊！那这个重灵啊，从哪边来？像你们呢、啊，啊？不像那个海蜇啊，修的功德很大啊，他修的功德很大，从啊五世八世啊十几世一直送，直到几百世啊，众灵都是在他身上啊。那现在佛很慈悲啊，他的咳嗽啊，很多众灵啊就从那边请出来很多啊，给大众讲，我们的身体来世都有的来啊。下来我们这里，我们是在教学。是佛教学，我是代替他讲，我也是义工啊，啊，在教学，这颗心很重要，啊，你这颗心能够纯净纯善，给大众讲啊，你百病不起，不会生病。像我给大众讲，人道不能自私的，啊，自私不了，啊，自私你就生病了。很严重的，为什么？在你体内，它不是体外的啦。啊，说三年无病，身体康啊康泰，恶念病起啊难防身。你看这个恶念，没有人懂的嘞。像那你们要学佛，现在净空老法师在访问，你就听到了。啊，学身体还是学灵敏觉知？像身体要做事啊，还要一直做一直做，身体不能停着来。这是佛法，而且帮助众生。啊，即使预防啊，甚治疗，啊，冤亲一道业做主。啊，预防就是好好听经。啊，主要听经改我们自己的个性的，它不是改别人，改自己。像这个心很重要，啊，存好心做好事，行好事做，很重要，很重要的。啊，像我们现在啊，假如想要改变命运啊，听经重要。像我以前听净空老法师。哇，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像我楼上楼下，啊，每个那时候是卡带了啊，
不是像这现在有什么 MP3， 我哪有那么进步？而且这淘汰很快，抓到人听到了就是改改改改，啊，不改不能尽兴的啦，啊，改的好处在于你的身体不会容易生病，它是救你不是救谁。像我们现在给学佛的讲，你们是救自己哦，不是救谁哦。像我们是义工啊，像我得到好处啊，像你们看看你们的啊，真的都非常凄惨。啊，就像雅珍讲的，没有一个给他学，我们这里不是给你学，是学佛。你不懂啊，是学佛，不是学谁。我们这里都是有问题的啦。啊，有问题才来学佛的，就好像你跟廖克英来讲，还是谢玉桂，还是你们啊妹妹都一样的来，都是来医病的来。而且你看看，我们给共吃啊啊共住啊，我们没拿人家钱的来，啊，所以你讲这个话就不懂，所以我给介绍给你听。啊，你知道不是学哪一个，学佛，很重要的来。啊，所以在预防啊，在预防也敌不过业力的无情。若是要预防，要预防，要从心地啊念头下功夫。像我们现在教学也是给到心很重要。啊，每个人都是来医病的。你看孩子好不好也很难医。啊，为什么难医？附体多。啊，你能够包容啊。啊，你不能包容，我告诉你，他轮回了。啊，说若是心坏、看坏、想坏、说坏、行坏，也成为习惯。啊，应该速改转念成善。像我们身体要给他的，啊，这个众生都在你身体里面，没有在外面。啊，我们里面细胞都是空间哦。没那么简单，假如那么简单啊，要见性就容易啦。那为什么见性容易？好像很微细的啊念头，就好像你们现在坐着，睡着了，啊，坐了又走了，他那很微细的念头，众生就进来了。这是佛法啦。啊，现在大部分人啊自己都不能做主。给大众讲要听啊，很严重的了啊！说能够防业力啊、冤亲线啊，免除病起受苦。像你现在到医院去，你看看啊，什么科都有啊，内脏，你看心脏、神病都有，都是里面的，都是重灵啊，连皮肤都是啊，骨头都是的。像骨头疏松症，给大众讲，重症肯定就骨头了，没人懂，而且这骨头就疏松了，都是重灵，像我们的人体都是重灵。我给大众讲要听，说身体之病呢，首先呢来自于心，啊，或于来自于身，所以这心很重要。啊，心对自己啊，给大众讲，你这个身体，我给大众叫做地球，不要讲说宇宙了。那地球有的东西坐在你身体里，人道没那么容易的，不是佛打开我们也不懂。啊，佛语啊，先心病，啊，而后啊展开身也病。啊，你心不平啊，你就生病了，你身体就出问题啊。啊，你把它在你身体毛细孔都在睡觉的啊，都给它弄醒了，很冤枉的嘞，没有人懂。像不是佛打开呀、啊，啊，我们也不懂，啊，就成了为心生问题啊，这心要空啊，啊，心讲你不空啊，但病都很重。啊，所以祸先生病。生病生的病啊，而后展开心也病，成为身心问题。
啊，是身心问题、心身问题，一样的意思啊，是吧？两者互相牵连，互相疗护，啊，自己疗啊，疗彼啊，啊，治彼啊，疗此。这好像大家听不懂，其实现在佛法全世界只有这一家，啊，佛把我们人体给打开。啊，人体啊，你看看，很多人都生病了，开刀那个东西啊，它不能治病的。但我们这里叫做身心疗法，所以要写牌位啊。那为什么牌位不能啊？不能乱写啊？只要你没有能量，它就跳你身体了。像以前阿桃师姐写她全家，俩陈淑欣也写她全家，你看她这样子就知道没办法复合的啦。自己都救不起来，你怎么有办法写全家啊？他不能做主的啦，他写的他家写很多，后来我叫他不要写，没有办法的啦。像你们俩认识我师姐，我没有，我也写我们家的牌位，我从来没写的嘞。个人的因果，我们才有办法，没办法的嘞。啊，假如说你要写你家里啊，你要复合得了，啊，我不敢。啊，我不是自私啊，啊，我要写我家，我不能写你们的，啊，我都是在操作你们的，哪有这么简单啊？啊，所以医者皆知啊，治病要从啊病根的根处着手。像呢，啊，嘉贤认识我十几年了，还有呢，还我有没有写过我家？我从来没写，就像我那个姐姐啊，生病住院，对不对？啊，那时候。你给我讲，我就给他写个牌位啊。他回家，我就牌位给他收起来，因为个人有因果，没办法背的啦。啊，你背了他，我要度了很多人，我都占到了。我主要是变法界、虚空界，你们都不懂啊。像你来认识我就知道，我从来不写我这样的牌位的。你问法经、法经就知道，他们都在写牌位的了。啊，像这样子，这次呢是在东东啊生病，我才叫这孩子给他写一张，啊，他写一张就好了，他又吐，啊，又发烧，啊，给他写一张，哎，好了，所以他也觉得很奇迹呀、啊。有人做法会呀、啊，啊，不做法会我不写下来，我给大众讲要听啊，所以啊。这个医者皆知啊，治病要从啊病的根处啊着手。啊，像你啊来要救人呢、啊，比如讲比丘不救人要救人，你只要有事情，魔众就找你了。啊，老法师只是讲说，我不想你相关到或是有佛，人家就找他了。他应该来印证，像我现在给全世界人讲，你们要来印证呐、啊。啊，不是人家讲什么你就听什么，那你自己不能做主。啊，我们的生命很珍贵的嘞。像以前很多人说讲啊，谁讲什么，我不是亲手听，我都不会去听。啊，主要是自己能够做主。啊，不能做主，什么都是骗人。所以医者皆知啊，治病要从病根源着手，啊，才能对症下药，从根本治疗。啊，这根源下手，给他的宇宙准则啦，你不能偏了。啊，你一偏了，身体就出问题啊。啊，说若是根处啊寻不着，或是啊寻着根处却断不了。感情呢、啊，像我们现在人到感情呢、啊、很严重的来骗人的啦。啊，只要这男孩子有女生啊，还是女孩子有男生，你这个人已经淡掉不行用的了。啊，感情重啊，我给大众讲，想要见行不行？像这个身体，它叫做晶莹剔透，不能有东西的嘞。啊，你有东西啊，你会疲劳，你会累，你没有精神。啊，你里面空，只有佛好，你精神好。我给大众讲要听，啊，说只好啊，
头啊的人道来讲，只好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现在啊，老师又讲，佛是大医王啊，调疗身心。啊，那佛大医王啊，请佛来医我啊，你们一定是这样讲，可以。无量寿经照做，一小部分不自私，叫三十三品、三十六品，里面讲你不能做，千万不要做。像我们现在战魔祭啊，超度我把你们请上去，我没有超我家人呢。这个佛知道的，这不能骗人的。啊，公平啊，每个人都重要，像里面的角色都很重要。啊，在我们这里比丘里很重要的嘞。啊，不是私心的，而且人家他有功德。啊，你给他超度，他的众生能出来。像我们也给那种要积功的啊，积功德的啦，对你自己帮助是最大的。就好像我们在修行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了。啊，人家为什么能尽兴？那你为什么不能尽兴？问题就出在你的心了。啊，假如你跟佛一样大心量，啊，变化这些工具都帮助人啊见性。你觉得能见性？像我不认识，我很会讲经啊。为什么？我都在超度人，自然的嘞。这个世界没有了，再读再多书，你叫他讲，他也不能讲。不然你叫一个高材生博士本给他讲，他不会讲的啦。而且这意识深广。啊，这身体要晶莹剔透的来，所以啊，佛是大医王啊，调了身心，啊，佛对身体啊透彻了解，啊，每个细胞组织啊，因与果关系了了分明。这个好像大家听不懂哦，我也给大众讲，其实人到早一点学佛，净化自己啊，对自己啊百病不急，不会生病。像我们现在也给大众。人到这身体的世俗最好是不要了。刚刚的某种啊都是身体的，就是他的身体的。啊，对他伤害很大的啦。像今天还在给我讲啊，老法师现在讲得真好，而且讲得开朗得不得了，因为他看得见了。啊，今天还打了二十几张哈，了不起，非常了不起啊！所以给大众讲啊，啊，身体是科技啊，在我们的比丘尼的身上看得见的 啊完全跟空间对话。像你说学这个最好了。啊，说你看到没有好学的这几个就很了不起、啊，了不起的不得了。啊，像人家往生的也是他访问的。像我为什么往生不会讲太多？讲太多没用，时间都不够。啊，假如你说你真的要跟他讲话，我们还可以访问。啊，他都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啊，说佛对身体的透彻了解啊，每个细胞组成啊，因与果的关系了了分明。说全身的五十道细胞只是初相啊，啊，若要细研啊，全身不止五十道哦。啊，就好像现在你看我千百亿千百亿、啊，细胞有千百亿千百亿的啦。像我的细胞本来都是众生，跟你们一样，那我超度我众生没有。我是带众生苦了，所以我细胞就晶莹剔透啊，就能够超度叫做法身了。这样给大众讲，就听得懂了。每个人都可以，看你要不要。不一样的嘞，啊，每个人细胞都有灵性，啊，都有和自己的因缘，
你看看这讲这句话，你说都在你细胞里、啊。现在我也阿常讲经啊，有时候你们俩不听，众生听，啊众生要出来，是这样来的嘞。而是讲四众弟子，啊众生出来是这样啊。啊，其实他也不懂，爱你也在身上，恨你也在身上，啊不满你也在身上，几事都在你身上。像那个毕达多啊，那个啊这个很可惜啊，他好几世哦。跟了二十几世哦，都在 人体里面呢。像我现在给你们讲，你们眼睛啊看佛啊，细胞能够听啊，听了你的细胞不值钱哦，啊，都为了要报仇，报仇一个，这报仇我也给大众就讲，我不甘愿，我就是要报仇，我要啊你死，他死了你也没好。你看现在很多人报仇死了，你也找不到他，还是自己啊在等这个空间。啊，空间等到你身体又有身，才有进入空间。哎呦，这个问题啊，我也给大众打开啊，很多人听不懂啊，就好像啊，你有啊十五世，啊十五世已经跟了啊差不多啊这个十五世了，啊，结果你死掉了，他没有报道说他又在空间，啊，就是你以前伤害他的空间，他就在等。啊，你就轮回了，你又去做畜生道，畜生道又轮回，又有生出来，看到你生，他又进来，又变十六世。我给你们众灵啊，身上众灵讲，很不值钱哦。啊，你能够出来啊，我给大众讲啊，而且找回法身，每尊都是佛，在你们细胞很多佛了，重重无尽，为啥？就是要报仇。这没有人给你讲的啦，这不是我打开，我们也不懂，很严重哦。所以我也劝大众啊，啊，你们一定要知道，拜佛，我们一起拜佛啊，念佛，我们一起拜念佛啊啊，我们俩拜佛，给他心软啊，他不出来没关系，他也不会找你啊，回家把他带走，这就是佛法了。很多人不懂，不想我们身体啊很严重的嘞，啊，所以说要细啊，细言全身不止五十道细胞，啊，每个细胞都有灵性的、啊，都有和自己的因缘的、啊，有善因啊，有报恩还债，有没有看到？啊，有恶因啊，抱怨讨债，冤亲债主在其中，身体。那不然你怎么会生病？啊，你的生病就是个性了。啊，我有个性，啊，我很啊这个很喜欢生气，那就输了。啊，你生气打他，他醒你就生病了。我给你们讲啊，你们一定要知道，身体很复杂的，没有那么简单的。啊，最简单在哪里？老实最好了。啊，不要有自己的主观主见的，对自己帮助很大，身体百病不起，他不会生病。啊，说身体就是业力所现之处了，不论如何的业力现前，啊，不论如何的痛苦难当，千万不要抱怨，因为你是人家冤亲，人家在身体要给你讨报的嘞。像我给全世界讲啊，阿弥陀要扶上台面，阿弥陀没办法救人的啦。像我们身体重重无尽的重灵哦，自己也不能做主啦。啊，说千万不可抱怨啊，尤其学佛人呢、啊，更应该知明因果，啊，不论如何痛苦难当。啊，无因者无果啦，果现必有因，就是好像你的个性使然，你身体就痛苦。啊，早一点学佛，第一个个性改。像这个个性我不敢，啊，你们这么欺负我，我还是一样，啊，态度对我都不好，我都还是这样对你好，啊，为什么呢？
啊，我在你态度对我不好，我在对你不好，我把你害死了。啊，我能够啊死是去西方，你不能死。我讲是真话的嘞。像我说你人才是人才，对不对？你弄得很好是人才，了不起，要发挥也不要睡睡太多。今天阿杰很夸奖你的。像我告诉佛是要做了，做无做无做一直做，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啊，像人体要救自己，给大众讲要改了，都是自己改自己，没有谁改你。不然我为什么一直在讲啊？讲给大众听，看你要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啊，你要听不进去，我们也没办法。啊，我们已经尽力啊，要救你们了。啊，不是来看谁谁好，这里没有，都是来医病的啦，包括你都来医病，啊，所以啊，忏悔能结业啦，啊，冤亲见诚心忏悔，改过程度，所以心要好，就一直做好事，啊，什么都做好，没有一样不好，啊，你能够翻业，啊，你有高低哦，我告诉你不能翻业哦。众生马上苏醒了，能到啊，给大众讲啊，啊，身体很可贵的嘞，啊，能见性，能助啊结业化冤与病除，啊，像我们一直做，啊，心也改，啊，他发脾气发不起来，就好像你发脾气，我不发脾气，意思就是这样。啊，假如你发脾气，我发脾气，那个不是佛法，有没有道理啊？佛法就是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没人做得到的啦。啊，所以给大众讲啊，要改个性哦，啊，个性要给你害死了。啊，能助解业啊，化冤病除。啊，抱怨会。啊，谢谢你，谢谢。啊，抱怨会加业，啊，与师啊为啊为改狼民，狼牙与冤亲化解不可不胜。现在听经学佛就是要跟冤亲债主化解。像我们现在不能做主，叫你怎么做？叫你睡就睡，叫你起来就起来，我们都不能做主了。所以给大众啊，能够啊解业化解啊冤啊这个化解病除，啊报业会加业，所以啊以师啊为改狼民，狼牙啊冤亲化解不可不胜。所以我给大家冤亲债主，现在你也要听了、啊，冤亲债主也没路了，啊冤亲债主就跟你们个性一样，都是这个个性呐、啊，啊在个性的等你啊，没有身体他就在空间等你啦、啊。啊，等你啊，一直说吧，说完了又有身体，他又进来了。人道只有修行可以走这条路，剩下不能来了。我给大众讲要听，啊，不能念佛生息之愿的，必啊啊必当随行不离，很重要。好，我们来看看啊，法兴访问的啊摩吉号，在梦中的空间呢、啊。大多数的时候的人心所变现，幻象中产生许多的啊幻象画面啊。现在我也给大众讲这个幻象画面，我也现在当下给大众教导。像我们现在身体都是幻化的，啊，我们身体也做梦也是幻化的，啊，这个就是不能做主啊。像现在我们在学佛，就是我们不幻化，啊，我们身体啊可以把灵性提升，就每天都在进步。那就是佛法了。假如每天你在原地踏步，啊，不能起来，还是身体坏，那不是佛法，没有人懂得啊。所以幻象方面呢、啊，这个方面许多时候都是大家心目中，啊，感恩阿弥陀佛，哎，阿弥陀佛啊。所以这个方面许多时候都是大家心目中的追求，啊，想要得到最美的那一面，而呀，往往追求美好的那一面呢、啊，啊，通常都是。最致命的弱点，啊，潜意识中的强烈啊，才会有梦境的显现啊。像现在我们魔界的
啊书很多，我叫他把它定出来啊，而且你网站也看得见。假如说你看到魔界的个性你都有，我给他说你一定要改。假如说魔界的个性你啊不改，你的身体就是给魔镜用，魔镜用你的身体啊。我给大众讲啊，所以啊，我们是那些进入啊人道梦中的魔镜啊，许多梦境中所产生的人物啊，角色是我们变的啊。我们目的是要吸取色身的能量，让这个人体啊能量啊属啊归属于我们啊。这句话好像你听不懂，就是你睡觉才把吸你的气来。我在讲说修行，你不要一直睡啊，就我是给大众讲啊，假如你睡了啊，你不多拜佛，你就是给他吸气，气就给他吸走了啊。所以当然我们啊开始啊出现在人道的梦境内啊，人道的身体会变得越来越干瘦啊，越来越无力，最后啊躺在床上起也起不来啊，魂魄却停留在那个幻境空间中继续停留。你看魔众讲这个听到了啊、哦，啊，我们的魔众啊、魔子、魔孙呐，各个不同专长。有些漂亮女魔啦，会出现情爱、淫欲啊，梦境中。当我们出现时啊，身体当中自然会产生一股啊喜欢，啊，越狱的兴奋感。这个，啊，这个就是人体的败笔，越狱的兴奋感，啊，快感，把你给害死啊啊！这个给大众讲，那就是放话的，所以这种啊啊，这股兴奋感啊，可以啊持续好久，甚至啊人体啊心念中还有说，可不可以再来做一次梦啊？啊，我们这些本来就待在他身体的魔，当然乐意了、啊。啊，再找一次啊，这个绝佳的时候显出啊，像你们在做梦的要听哦啊，来消耗人体的体力，成为魔几千年啊。只能说大家对男女这方面都视为正常，追求欲望许多人都败在英雄难过美人关，这句话相当写实。这几千年来啊，我们只能啊轻易的控制一个女众，在女众身上加注魔力啊，他们就能够完全啊抵不过我们的利益啊力量，迷恋着啊女众啊讨好啊这个讨好的女众。看到女众的笑容就变得头晕胀啊脑胀，什么也想不清楚，甚至也看不清楚。为了女众，甚至可以啊舍下原本的自己所拥有，也就是这样啊，从以前到现在，女魔会就是我们深入民心的一个强牌，不管现实生活还是梦境中，都少不了女魔的发挥。而我成魔以后啊，啊，一直都在找自己的定位点。我不确定自己的魔力啊可以发挥到多大，所以我先啊组织了 一群的魔势力，大家讲好啊，互相帮忙啊，彼此间呢、啊、互补啊，这个共同完成一样有啊一样的魔事业。几千年前呢、啊，我们为了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控制了帝王之家，还有诸多官员，让他们彼此间为了权力跟为自己的利益啊，互相啊竞争，争得你死我活，互相啊残杀。有时候让他们官员啊之间为了政策吵得不可开交，有时候他们为了争取君王啊这个啊。为了兄弟反目成仇啊，毕达多就是反目成仇的，他被害的啊。你看跟了好几世，二十几世、哦、一有身体就进来，一升级进来啊。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都是同一团的魔众，所以一进入好几个人的体内，所以一起啊煽风点火，让他心中那把火烧起来啊，烧得越大，我们玩得越开心，心中就啊就想着你就是无法逃离啊我们所控制的手掌心。最后等到我们退去后，他也啊真的遍体鳞伤，我们在空间中呵呵笑笑了他好一次，一次又一次，我们越做越熟悉。随着一代又一代的改朝换代，
我们变成控制各国的政治领导官员或是一些有影响力的大企业家，有太多人都向着自己立场看齐，为了自己啊不惜伤害人啊，有太多人啊人性的劣处啊被我们给紧抓，我们啊维持一直啊延伸控制人，等到这些人性啊游戏都玩得差不多，我们又在转型转为控制沉迷网络之人，我们抓了人性的弱点，空虚就好像是个无底坑一样啊，让人无法无可的想要追求啊。当第一次踏进追求这个步伐，会有些小心翼翼，一旦提起的兴趣，就让追求这个东西越来啊越陷越深，最后沉迷其中无法自拔。第一次我控制人是一个国中的男孩，这个男孩啊，因为啊爸妈都啊忙着工作，下班就累就睡，也没有太多时间陪伴男孩，所以让男孩玩玩电脑、打打游戏，现在父母来讲根本不算什么。但没想到男孩越玩越迷，甚至晚上不睡觉，也变得越来不听话，眼神空洞。男孩的爸爸不知道原因，但是我们知道，因为当男孩开启网络，有太多网络空间啊，一同涌入男孩身上，男孩看到越来越关注，就越来越多动力在男孩身上酸眼泪啊，顺着网络空间进入魔教。现在很多啊，那一位是受害者啊，这几位都受害者，都是网站受害者啊，我们啊负责在这男孩子的啊眼皮上，撑着男孩子的眼皮，让他觉得一直在玩得不累。有时候男孩子玩网络啊，这个空间所见的画面画中太多了，中间啊存在一同想要涌进男孩身上，我便会被这个大的潮流给打倒。而在控制男孩过程中，除了我之外，其他控制男孩的男众啊众人会争相抢夺权力，抢夺要控制的主控权。我也曾经想要争取主控权啊，发现还有许多大小魔也在站起来，他们的实力啊现在相当强大，不是我所能啊抵抗，所以我只好退让，只能努力啊抵抗，先站好自己领地眼皮。我才进入男孩子身体当中没几年，男孩子身体已经啊密密麻麻，有时候就是连我们啊都感到拥挤。也因为这样，男孩子脸啊、身体啊、心啊都开始变，整个人看起来暗沉，眼神更是空洞无力。最后，男孩子身体内的魔咒联合与冤亲债主啊，给男孩最后一击，男孩子的头部血管爆裂而死，男孩子受爆的画面就在我们眼前清清楚楚呈现。我看后受到惊吓，第一次我控制人就在我眼前受爆而死。我看到男孩子断气那一瞬，身体内的重力就像啊星球大爆炸一样，分分各个不同的空间被吸走，有些、啊、被吸走的时候发很大的哀嚎，那哀嚎声到现在还在我耳朵回荡。从那时我不敢再做坏事，只是在空间一直游，而不知道自己未来呀该怎么办，该去哪里呀，该做什么改变。所以我一直在找一个真正是我地方，终于在空间看到是我带来光芒，光芒啊所照耀的啊幅员相当的广大。啊，我看到好多的众人啊，顺着光流啊，不知道流往何方。我心生好奇，因为这个光磁场让人啊感到安心，让人相当跟随啊。这个我观察了好几次后，下了决心啊，一探究竟，啊，沿着光走，啊，好远好远的路途啊，才来到了佛寺周围。佛寺周围光亮无比，各方众人都涌入，啊，我这才确定不只是只有我这样心安的感觉，而且很多众人啊都在这样的感觉。我相信自己要直觉是对的，决定要进入此地。我随着许多众人在法会一同涌入，当我靠近佛寺，马上被送入法净土，好光好大的光啊，
这个让我们心安，我们啊跪求佛啊。好，这个摩吉号，当我进入佛寺那天啊，就是此地的大放光明，华会殊胜，好多众里面呢、啊、都排排站，我看不到边，我看到很多的众人都跪，但我们还搞不清楚那个状况时，就看到硕大手一挥，把无量众人一层一层的往前送，啊，已经好多的众人往前，众人一直在往前送，好像没有送往那一天，啊，我很惊讶，怎么会有这样多的众人，心中纳闷，啊，就在啊这个啊心中纳闷啊，这个就要看到说啊其他的华身啊散了开来。啊，上往好多不同大地，还有不同的空间，就连全身呢，啊，身轻飘飘的，啊，轻飘飘的，飘飘还飘飘，飘飘啊，仙人都跟随前来，还有一些拿着夜叉的鬼神众，啊，准备进入佛地。我看他们进入佛地后，面容都改变，变得非常友善，空间还有出现了相当多的阴灵。在印尼有些抓，有些啊碰，这孤魂啊从各方面涌入，有太多太多众人，数也数不尽的前来，都受到十佛慈悲超度，天上海底无边啊无边的空间，只有华身能够解开，料之洪明大放光明，空间之际皆影无量，啊，道人知道自己呀、啊，啊，终于。找到归处，385页啊，就是讲字了啊。这个字啊，以前也常啊听的老法师啊，常在讲啊，知之为知之啊，不知为不知啊，他讲人家讲经了啊。下次说讲经啊，讲错一个字啊啊，540页浮生啊，以前的老法师常在讲啊，所以这个。看这个给大众讲，这个知为知为啊，知之为知之，啊，不知为不知，世间学问如此的，讲经说法亦如此，知多少说多少，啊，无保留。若是知言不知啊，不知言之，是为口过妄语啊，消乎天业啊。像我给大众讲，像刚刚我给大众讲说我们的人体啊。啊，非常多的重量，这我眼睛看得见的。像你们啊，哪个部位哪个部位啊比较猛啊，我都看得见。啊，这也要因缘呐，因缘就是重症要不要给你化解啊？像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来，我给大众讲要听啊。像这个超度啊，啊，你没有法身不能超度的。像那个来庙法师啊，他就是给他超度身体，你看垮下来的来。现在来在这里医的来，我给大众讲要听，啊，不是这么简单的、啊。给大众讲世间学问知识啊，啊，知也好，不知也好，知与不知啊，皆不执着啊，是为因缘生灭，是为方法可变。像现在人道，我也教大众要听哦，不管讲什么都看好，啊，不管你说什么话都看好，跟万物也一样。像现在最严重的是，这万物都是众灵。假如说你 啊看了你自己好啊，万物看不好也不行。我给大众讲，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像我们现在学佛啊，这个叫做万灵啊，这个万灵啊不是人道啊，不是人道，空间像这空间从从无尽的来啊。人道的身体不得了啊，啊是空间的空间的，所以世间呢 啊学问之事啊，知也好，不知也好，啊知不知皆不执着，为因缘生灭，是为幻化可变啊。说不与心上折腾烦恼，哦这不行。假如说你今天呢身上折腾烦恼，那不是佛法。像佛法讲经很简单啊。你看好讲经都可以讲了，啊，每一个字啊都可以的啦，啊，假如你看不好，最好不要讲，啊，这个看不好，你觉得带动不好，你罪很重的。像我给全世界人讲啊，讲经也容易，
什么都容易，要看自己的。啊，所以世间不论啊知识、学问，啊学历高低，啊与学佛不论背诵佛学知识多少，不论何者，啊所重于心啊，决心纯净无染。假如你讲恶，就是污染；看不好也是污染。假如看不好的人不能讲经，我给大众讲。假如你们什么看不好，啊，你讲经呢不行的嘞。啊，讲经啊，给人家安心。啊，说讲出来，人家能够安心，这是佛法了。啊，心不有为，外境所动。这句话可能大家听不懂。啊，不管好境不好境都不能动。像我给大众讲，像老师在开始都是在救你们自己的。啊，家里什么都是看好，叫做出生众善根的。啊，给大众讲，你觉得成就菩提果？假如你啊看着你就有批评，啊就有解啊讲不好，我告诉你，啊你就污染了。佛法的大根大本，像我跟佛这么久，他从来不看不好，都看好。像有时候我有一点主见的，问他，他们给你一句话，这个我看到是说不能自己有主见。就是自己的主观的，我还是听佛的。啊，我给大众讲要听，不是这么简单的。啊，主要有净心的。啊，心啊不为外境所动，你看好怎么会动？啊，不为知与不知所困。啊。自己知也是世间法方法的，可以就好了。啊，能得见性为要。像你身体啊越没有啊动，啊越没有烦恼，这样越没有污染，污染是一直在里面一天了，你完蛋了。就是你看人家不好，你一天就想人家的不好，你就完了，没人懂。啊，知不知着啊？已知啊，不知啊，亦非无知，这就是修行的。在里面呢、啊，哪个个性我不了解，我太了解了。啊，讲的你听了、啊，恭喜了。啊，这是佛讲的，不是我啊。啊，讲的你不听，我也无可奈何。像我修行随缘呐、啊。啊，也常给大众讲，只问来学，不问往教。啊，这个叫做不知亦非无知。啊，精进啊，求进时。像我给大众讲啊，你们在修行一定要知道。啊，佛在教导，老师教导，啊，你能净化自己啊。你能量好没关系啊，你每天都在进步。啊，假如你污染了、啊，给大众讲，你在原地踏步不能进步。像我们身体要不要污染？哎呦，很危险。啊，你一直污染啊，一点污染，你一天就这个污染，你一天就浪费掉了。啊，你假如能看人家的好。啊，每个人都好，你今天呢，活在见性。我给大众讲要听，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的，这要心量啊。所以见性之时啊，自然能够明廉洁。啊，智慧无边啊，知觉可运啊，任运转用。像你身上多少重灵，在靠旁边我都知道的。像啊，
有时候我叫你们啊，俺能够做把自己忘掉，都在救你们的来。像睡眠不要太多，啊，睡眠越多，给大众讲你附体会越多，啊，能够拜佛最好。我给大众讲要听哦。像我们呢，佛法常讲信解行证啊，很重要。啊，就好像你自己都没有主观了，跟着佛啊，信佛，那你就能够成功。啊，假如说你还有主观啊，那我们信佛不够，你不信就不能解了。假如说你信佛够，啊，佛你讲的我都做到，啊，在听他讲经，啊，这个解就是改自己。啊，自己改了以后，变化气质做给大众看，跟你讲，你就是跟佛学的，信解心，你证悟了。佛法很浩瀚的嘞，要看你自己的。啊，不是纸上谈兵的，啊，这整个身体啊都要去改，用这个心啊带动整个身体的细胞。啊，一点自私都不行啊，才能见性的啦。我给大众讲要听我。啊，假如你这个心坏掉了，啊，你细胞坏掉了，啊，像现在你看魔宗，控制人家就给人家架起来了。现在孩子，这个魔宗讲孩子控制，现在魔宗孩子太多了啦。啊，假如是用这身体希望这个花花世界，这孩子都没救的啦。他不想是灵性的提升呢，不懂了，他也没学佛。所以现在多不多？很多。啊，有没有办法救？看因缘。像我们只问来学，不问教。啊，你来啊，自动要学啊，佛都会教你的。啊，你没有缘呐、啊，你要走，我们不会留你。啊，你们心在这里，在这里也没用的嘞。我给大众讲要听。啊，那救谁？当然救你自己，也不救苏师姐啊。像我尽量去做。啊，所以给大众讲，见经自然能够明了人解啦。啊，你看现在魔众这么多在控制。很可怕的，啊，那个给大众讲见性之时啊，智慧无边，啊，知解可任运啊转用，他不会啊跑掉这宇宙准则，都在宇宙准则里面。像今天我没有宇宙准则，我早被抓走了，也不可能能量这么好。啊，一天要做很多事的。现在魔宗人家控制这么多人，啊，说信佛学佛啊，信解行证，啊，正法之路了。救谁？救你哦，救自己哦，没有救谁跟谁哦，都是救自己，没有人懂。啊，说正法之路啊。知解人行啊，知行合一。好像大家听不懂这个啊。啊，你要了解学佛，就在知解人行，知行合一啊。这句话啊，你不想，什么你都懂，什么你就知道。啊，才知道佛是法界众生，不得了。啊，所以行而后啊，得受法益，正得有成。啊，每天都升级，每天呢、啊、跟人家不一样，能量一直上来。啊，所以是为啊见性之举啦。很多人不懂，学佛很棒的嘞。啊，学佛主要在毅力啊，像呢。这个毅力啊，啊，两个字给大众讲，一定要宇宙准则。
啊，修行能不能快？不行。啊，修行啊，问题在内在。啊，你要内在啊，慢慢去给他改。啊，孩子们，学我之殊胜呢、啊，在于啊，佛善导师啊，啊与善知识啊，名师啊，难逢难遇。像相关大佛是难逢的，要有大福报了。啊，我在等，啊，哪个大福报了，真的依教奉行，很快见性的来。啊，救谁救你自己喽，没有救谁。见性也是你，啊，轮回也是你，看你要轮回还见性。所以啊，若能够得遇啊，出离生死轮回，见性生希望。啊，无作恶事啊，诸障难免。现在小孩子无作啊恶事，诸障难免是真的。啊，小孩子知道这个身快乐就好。他不晓得内在的了，像我们现在啊，长大了才知道，内在重要。啊，内在你假如不静下来，很难的嘞。像我们现在遇到名师啊，我活了阿弥陀，老是讲一句老知识，啊，每一句也都一针见血。在人体啊，哎呦，我全世界走过万万种，都不能做主的嘞。啊，若能够遇名师啊，犹如行于轮回，暗路终于得到明光与指引出暗。像在相关大佛寺啊，就是你专门在黑暗走不出来，能指引出暗的。像呢。啊，老师讲的很精彩的。啊，以过程中啊所遇啊种种考验，所现冤亲附体，注意啊，不要拿出毅力啊魄力，决心坚持。像现在这个、啊、给大众讲啊，附体太多了，都大部分都不能做主。啊，拿出了毅力魄力，啊，决心与坚持。啊，给大众讲要听。啊，说必要啊，勇猛面对啊，忏悔改进。听经很重要的。啊，假如不能改，你就输掉了。其实现在看到我们的修行来讲，都是个性害死的，没有人懂。啊，去除个性习气啊，才能够修正自己不断的念头与行为。啊，像我们给大众讲毅力重要。啊，主要在见性啊。像人大不见性就被淘汰了，也不能做主。像呢，讲这生老病死，很多人啊听得不可怕，其实我从小看到他很可怕的嘞。啊，越来越枯萎，越来越不能做主。很多现在澳洲人也非常多，都是附体啊，附得很严重。啊，才能修正自己，不能不当念头与行为，才有改过啊，进步去懒得进。啊，所以行为自信，救急度众啊。度家亲之事啊，像我们现在也给大众讲，生人家的儿女啊，第一个要把父母给度了，很重要，要发愿了。啊，父母好不好都要看你啊，啊，你能转父母啊，要看你的修行了。人家看你说啊，你走对了。啊，不要讲说你学我，你看你在迷佛。啊，叫你要去工作，你不工作，啊，你偏要学佛，啊，
你就要做给他看啊，那就不一样了。整个方业的嘞，全家方业啊。啊，不像人家不能做主。啊，像我们的毅力的突破，能做主。啊，说香港主旨啊，佛师啊说在旁，死生见性，生息眼在前。啊，千万要把握珍惜啊。啊，主要要会转念啊。转念啊，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啊，这个转念可能大家也听不懂，人道不能自私啊！啊，人道你讲的自私啊，你就是成红了。啊，你现在魔众来讲都是为这个身体才变魔的啦，他不是找为灵性的啦。假如你今天呢、啊、是不要这个身，做无做无做做做做一直做，就为了灵性提升，你是成佛了。像我学佛这么多年，我看太多了，为身体大部分都生病，我看很多，从古今呢、啊，啊，经中学会经中，我看了太多了，啊，为灵性的提升呢、啊，对自己帮助是最大。像我们执着身体啊，身体时间很短的啦，划不来的嘞。说转念之间成佛啊，转念之间成魔啊，你这不是为身体的成佛啊，你为了身体成魔啊，转念间呢、啊、顺境生啊，什么都看好，没有不好啊，什么看好啊，没有不好，这个好像听不懂，你不波动的嘞。啊，转念之间逆境起，是佛是魔，啊，是顺是逆，与心与念。像这个啊，与心念你们不懂了，因为我走到这地步呀，心不能动了。现在心要顾好，啊，什么都看好，没有一个看不好，很少人做得到了。像魔咒在你们身体。啊，看我都看不好，那你说死是谁啊？当然是你自己啊。我看了很多，啊，我也不要人家看好，我只是在救人，啊，我也不在你身上得到什么。像我，啊，从开始救人啊，20年了、啊，我都是付出的。啊，能救起来就赚到了，救不起来，像这比丘尼啊，几个给我救起来，空间打开的，很值钱哦。啊，人道能够空间打开啊，你是学佛人啊，真正的防护帮助众生，对自己帮助很大的，所以养心调心啊，转心啊，啊，转念头重要，关键。转念佛，转换啊，转向何处，全在心。像香观大佛是不得了啊！我们的护法重重无尽的嘞，在我们这里呀、啊，给大众讲不得了啊！念头一有，你就受遭殃了。啊，绝对不能成废。啊，你生气啊，就是自己的大败笔。像我们人道、啊、给到的，要谦虚谦卑的。啊，不能看高看低的。假如我今天素质也看高的，你们不可能坐在这里的了。
啊，都是在这里啊，帮助大众啊见性的来。啊，只要你能够苏醒过来，能够见性，你就赚到了。对自己帮助很大，所以养心调心，啊，转心是转念重要的关键，啊，念头转放转向何处，全在于心。啊，心若何处，啊，为念之所向，啊，所以心若何处，心在西方，啊，就有救了。像现在你们要认识阿弥陀佛了，阿弥陀是救世主，他没有一样看不好。假如说你们在修行人呢，有看不好，要赶快改。佛没有看不好，啊，佛再怎么啊，再有什么灾啊灾难，他也不会讲说灾难，就好像以前呢结义啊，啊这个佛刚开始在讲这个，啊这个龙啊。啊，在半空中飞啊，看好的好，看不好的遭殃啊。这也是教我们啊，学佛人啊，你都要看好，啊，你看不好，把你自己给毒死了。啊，说无心无念啊，即啊居于行中，心心啊念念为重，是为佛性。所以给大众讲，你讲的要救自己翻业，你要度众。啊，你要想你身体，你不能度众，你身体会附体。像人道来讲啊，修行有智是不能见性的啦，没有人懂的啦。啊，念念上来因啊，善根事事善。啊，念念恶啊，乃因啊，啊根恶啊，事事恶。像我给大众讲，修行人只要看不好，你的前途黑暗了。啊，人家看了再不好，你就要看好，你前途一片光明。我给大众讲要听。啊，没有谁救谁，就是你自己救自己啊。啊，所以出生中三根，啊，成就菩提果。主旨啊，但要牢记呀、啊。啊，叫你细胞里面出来就看好。啊，不能一样看不好。给到重点要听。啊，像我们现在。给大众讲啊，啊，选择与心是选择在家或是出家，啊，选择自私或无私，啊，选择老或是不老，啊，选择生病或不病，选择轮回或是希望极乐世界，在我们这里就是你要选择啊，啊，你哪不改啊，啊，你选择哪个自己看得见的。像人道没有路的了，没有人懂的。刚刚经过老法师在法净土啊，啊，今天佛给十五净空老法师的题目叫做“净化与污染”啊，就刚刚我们讲真好，啊，真不啊，不愧是阿弥陀佛了。这不是佛来世间的原因吗？情不重不多说婆，这句话如果学佛者大概多少也听得过几次，啊，或者是耳熟啊能详，啊，这个佛经上说啊，五浊恶世，这个选啊这个这些释迦牟尼佛，啊，当时在的都在指点着我们。这是一个情与染，啊，与浊恶的世界。说五浊恶是不只是一个浊了，浊字还有五个浊，这就是
恶啊，邪恶的啊，邪恶的恶啊，无烧无恶无痛，就表示我们是处在一个多么的污染的世界啊！娑婆世界啊，到处充满情，情是染，大染缸啊，浊染这两个字啊，通常在一块并用啊。这个浊就是染的一部分啊，这个染啊范围也非常大，就单单这个五浊来讲啊，五种浊相，浊啊，经典里也明确的指出啊，这个浊包括了五浊，见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些我以前可是啊滚瓜烂熟，但是自从来到西方法净土之后啊，啊这名啊相都被我给丢了，也没有啊丢得那么透彻，毕竟根深蒂固，就要深深地要植我的念头里，只是啊不去想，除了这里的访问之外不去讲，也没有去啊去记，没有去看典籍，也没有典籍可以看，这些名相都被我抛开了，放下了，总之就是浊染，不需要记得这些名相，也不需要脑袋瓜里啊放了这么多的文字，这时候的净空还真是觉得轻松多了。人们的习惯看字，因为已经啊习惯这个字代表什么意思，那么字又代表什么意思，这个意思不是用这个字来表达这个字啊，意思如何等等，这些都是分别执着，分别执着存不存在，自信里头有没有分别执着，分别执着在众生之中的存在，而且分别执着越重啊，越就越重，也越苦啊，见性者没有分别执着，但是为了教化众生可以啊随入随进啊，随缘的需要的，而且确实心不动，而且自信里头啊什么都有，都包括包含在内啊，这里头有的啊有的意思自信里有啊，这里头没有的意思自信里没有，所以文字啊相啊相里面有的意思啊自信里有，所以文字相里啊没有意思啊自信里也有，所以啊你说需不需要记这个名相，直接找回自信不就行，是啊，这也是禅宗不立文字的原因，直指核心，找回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也是啊修行者修行的目的，却是这个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被污染，污染严重，必须经由啊净化再净化，直至一丝啊毫啊一丝毫污染都无，更是见性时，在此充满啊啊情染及五浊恶世中，见性不容易啊，所以见性则可以说是虚实真宝，难怪阿弥陀佛会证诸相关大法师，因为那里有见性的书居士书佛，但是、啊、大家还没有看见见性，没有见性就是没有刚刚所说什么都有，所以还是需要有具体的文字，或是耳朵听到的声音，眼睛看到形象，才能明白啊目前状态及啊对方所要表达内容。啊，虽然这样就像是用框框啊把意识给框住，但是还是需要要有个指引，才能够啊让你们有一个共同学习方向。这也难怪书记是说说讲经不需要准备了，随手拿来就可以讲，这就是自信，这么好，这真的是太好啊，不是吗？学佛不就是为了要见性吗？这个见性呢，见到什么？就是见到自信见性啊，流传下来这两个字啊，代表就是见到自信的意思，有文字还是啊有好处，
现在金公一说，你们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你看，啊，金公好像把话题给啊扯开了，没有没有啊，没有扯开啊。现在我才发现，阿弥陀太高明，金公怎么讲都离不开这个范围，因为刚刚金公提到自信，坚信不就是我们要进化的目的吗？说的也是啊，这么说来啊，什么样的状况都能够包含在自信里头，所以怎么说啊，都回到那个啊祖宗。所以啊，说见性啊，重不重要？太重要！啊，学佛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宇宙真相，啊，宇宙准则，这个准备实相，事实真相，行于真理正道。事实上，这一些啊，不也都含在自信里头吗？这当中也包括因果，因果非常重要啊！如果要找回自信，必要的是一个过程，就是进化。没有进化，是不是可能找回自信？自信是每一位众生本来就具足的，可是因为无明起，生生世世的轮回染浊，啊，污染自信，导致自信啊被掩盖。这状况，祖师大德呀、啊，不断地教导我们。啊，提醒我们，啊，活菩萨也是在实现这件事。一旦染浊了，就必须要经由净化，才有办法把这个染浊啊清除掉。清除就是为了要找回自信嘛。这个清除啊，你必须要有一点一滴的去去除。方法有很多种，大乘佛法不管是哪一种方法，都是为了要找回自信。法门是后人分门别类分出来。可不是释迦牟尼佛说什么，什么样叫做什么法，没有啊，包括净土，包括净土宗啊，净土法门也是后人分别的啊，分门呐、啊，啊别类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当初释迦牟尼有提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是个佛国土，但是没有说净土宗。这三个字，所以啊，大家了解，这也是祖师大德的慈悲了啊。为了帮助后学啊，能够专精啊，能够一言啊，一根性啊，在有限的生命啊里头啊，能够找到自信。每一个法门啊，就是一个门路啊，一个方法，让学习者啊，能够去依循啊，在最短最快的时间内、啊、找回自信啊。这个大乘佛法菩萨修行的成佛之道，二乘法是声闻缘觉修行的自我解脱之道，所以一乘佛法就是成佛之道。佛说一切法都是为了让众生成就佛道，而净土宗就是一乘法，所以大家就知道净土有多珍贵吧。可别小看啊，这六字洪名，这南无阿弥陀佛能够带你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啊，能够成佛，相信之后就要看你怎么去练，怎么去学，怎么去体会，还有你的愿行啊，这重要的观念，在净空受访时啊，就顺便啊带一起提出加强事实啊。事实上，每一个观念之后还可以啊延伸出许多的内容，但在有限的啊时间内，我们就暂且提到一部分。再说回来。刚刚提到大乘法门呐、啊，都是为了成就佛道，而帮助大家不断的洗净而去了，然后才能看到自信。所以啊，不管你啊过去是如何的造业，啊造作是善是恶是魔，啊极恶极善，甚至啊以邪魔都有可能，可不要说自己不是魔啊，只有啊思念的啊为自己啊不为众生。这都是污染，都是魔可以控制对象，只是啊染浊的程度浅深不同。这个魔呢，在前几次的访问，净空也提到，为什么生前的净空讲经说法时需要就提到，没有需要就不要特别去加强。但这个时候，我的印象中，好像几次的访问中，多多少少都有提到，因为不论是对魔性啊，或者是魔。
界众生，自己也没有深入了解。而现在西方法净土，每天都看到许多的魔众啊被降服啊被收入西方法净土，也听到魔众的访问啊，比以前那对魔众啊多了一些了解，所以有机会就跟大家做个报告啊。魔性呢是无形的，但是魔界的众生也是无形吗？那倒是不一定啊。我们自己如果有了啊这个魔性，就是魔众之一了。所以啊，魔性是污染，谁敢说自己没有污染？如果有魔的个性，就是污染。要没有污染，那就是要进化。所以啊，改个性呢，但即使在啊怎么进化，除非啊见性成佛魔道，无一丝毫的污染，纯净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够说出你不是魔啊。虽然不是魔，但是对于魔却是非常的了解，了解透彻。这也就是为什么熟悉师啊，说我跟阿弥陀佛合作之下，能够降服这么多的魔众的原因啊。魔众可是啊，刚强难化中的刚强难化啊。既然能够降服，而且降服的数量如此不可啊，数不可数啊，真的令人叹为观止，却也百思不解。刚开始是不解，为什么能力有办法这么做啊？因为你自己做不到嘛，所以才啊会起的这个疑问。经过这段的日子啊观察所见的所闻之后，如今净空可以告诉大家，因为见性啊，见性所啊见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般若智慧寥寥以前，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这些不是净空常常啊在提醒大家吗？这表示啊，见性啊是有多么的重要。其中有一个好处，你看，可以降服这么多的魔众，这可不是一般啊见性者可以做得到啊。这个不对了啊，见性不能够有分别啊，知性里头是毫无分别，只要你有分别就不叫知性啊。但是见性呢，为了要教化众生，可以随机随缘而为，但行不动，这也是需要看见性者怎么样去运用啊。没有分别啊，不是更好吗？不管是魔了、魔子、魔孙了啊，每一个都是魔王，每一个都是魔子，每一个都是魔孙，那这样子谁也不会去说谁高低啊，高啊谁高谁低，大家心服口服不是吗？我看书记是说他也没有说，这也是魔王进入这里的西方法净土，那个魔子魔孙进入区域的西方法净土啊。至于魔孙们呢，你们就别啊，就到另一个区域啊，西方法净土啊。说书居士说有这么啊，有这么做没有啊？他一拿到牌位练一练之后，来的魔众们、魔王、魔子、魔孙啊，代表啊枪啊，大家同一路进入西方法净土，这是佛性平等啊，不会去做分别，所以能够啊让每一位魔众心无口无，不是吗？但是凡夫们未见性，反而会起了分别心，失去了平等心啊。绕了地球念佛，并没有说魔王念佛念得特别好啊，先派魔王去啊，是每一位包括魔祖魔师们都可以啊绕地球念佛，可没有说哎呀这一次派上啊魔王去念佛，下一次再轮到魔子魔孙，你们要好好的练习，等到练习啊佛号啊练得再准，再跟着大家一起啊出去啊绕起地球啊。书记是这样做了吗？啊那可没有，可是请大家一同去念佛，这下子把大家平等的提升，没有区别，谁也不会心服啊，谁不会心服口服，魔王傲慢心啊起不下来，因为他没有因为是王而特别高，魔子魔孙不会因为啊自己的角色啊比较弱而起的比较为低为啊卑微这个心态，这些心态都不会起，这就是在佛与见性的教化之下，大家啊大家的心平多了。平的意思可不是说我本来不平后来才平，而是连起信都没有，处于一个心平的状态，这是不是非常好？太好了，是不是？不过你们要这要有这个本事，
而且这本事能力啊是相对的，还没有见性者，或者是还能够进化不到那个程度者来说，对于见性者而言，这个没有什么本事跟能力的，本来就是这样来啊，这样很自然的事，就像健康的人们对于空气、呼吸这事情绝对自然，但是对于有呼吸道疾病的人，可能啊不一定如此。这跟啊出生中上跟成就不及果的道理啊是相同，啊，也就是出生中上跟成就不及果，它病啊，啊，这个啊，啊病，啊并不啊说是你起了一个念头，当你发现这个不好、不善的念头，甚至恶坏的念头，才会赶快把念头给止住，转化成好善的念头。甚至啊，就会打断念头，不让这个念头再起，而不是，而是你这个不好、恶的、坏的念头，连根底都没有，根本没有所谓的现啊，自然出来就是好善的念头，这叫做出生的。我也给大众讲，细胞都是出生中生根，所以念头一起来呀、啊，这个一出来的时候就是好的，当然这是要修了，没有修怎么？啊，有这样的功夫，见性者成佛啊，也是修来的。甚至见性者啊，成佛他没有，许多都是再来人，就是说、啊、有过去是已经是成佛道，啊，成愿再来，愿力而来，啊，尤其是在末法时期啊，要见性啊，比以前的正法啊、相法时期啊，都还要困难多。啊，如果没有佛菩萨实现见性成佛。啊，对于行者来讲啊，见性跟成佛实在是太抽象了，啊，只能够从文字上去啊琢磨，看不到实际的情形，这样子成就也比较慢。啊，如果啊在自己的周围有上知识见性，啊，或者你知道哪里有见性者，哪里有佛，自己前往亲近求法，在他的指点教化下，你自然要见性，成就佛道的机会就大大的提升。在相关大佛就有阿弥陀佛，有夏令居老居士，还有见性的阿苏居士，这是多么的可贵，殊胜难啊难逢世间，大家可以懂得珍惜，知道可贵而能够来求法。生命有限呢、啊，见性的阿苏居士他的身体在人间最多也不过能够百来岁，还是有离开的一天，但灵性不死而能够自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去就去，要来就来，这多潇洒！这个功夫啊，要承传下去，所以要寻真理者，要希望能够自在来回西方极乐世界者，啊，希望能够见性者，一旦知道这里有佛有见性者，就赶快来吧。每一分每一秒，这地方都是非常的珍贵啊！为什么金光呀、呼吁啊大家前往香闻大佛，是因为啊见性可以啊观极而教，可以啊清清楚楚、啊、看得到你的根性，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教化你，让你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呢、啊、内破迷开悟，可比你自己啊摸索或者是现在学习的状态啊节省许多的啊许多倍的时间啊，也许你啊在这一世、啊、没有机会找到自己成佛道，但遇到佛菩萨指点、见性者指点，一下子就把你灵性给提升，这是啊他啊这是他力佛力的部分，再加上你自己精进努力，这二力的法门让你有机会找回自己。所谓的佛力加持，还需要有你自己在前才有办法，所以如果你没有自行前来这里求法，只有听听啊，哦，听起来还不错，这样就止住，自力没有限。啊，怎么了？啊，能够得到佛力加持的利益呢？当然了，渐进成佛佛道，啊，机会就渺茫。啊，话说回来啊，可能因为啊渐进啊有这么多的好处，才能让你想要找回自信，但是更重要一件事情，要有度化众生的愿，包括你自己也是众生之一，
这就是要制度，人制度了后啊度众，这个是最重要最好的情况。因为所谓制度严格来讲只是见性了，见性后才能够度化众生啊，在以往是这样要求的。你进了佛门，入了某个三门啊，所谓的三门呢，就是指个啊，指某个法门誓愿大门。进去修行之后，如果没有成就，没有见性，没有悟道，师父是不会让你出去教化众生，因为你可能会自己迷失其中啊，有所偏差，这样不就害了大家吗？所以啊，在以往如果没有经过师父的认可，是无法啊出门去度化众生啊。众生呢、啊，但是那是有师父的带领，而且师父也是见性啊，能够观机知道啊弟子的根性及学习的状况啊，以及真正有所成就才能够做。但是目前呢、啊，末法时期啊，世界染浊情况严重，再加上即使啊出家的啊僧众多有啊，又有多少是真正的修行啊道见性？少啊，虚有啊，甚至啊难否啊，没有啊，这个就是看你的运气了。说真的，还是真的要有一个运气啊，运气在世间说法再说更啊贴切一点，就是你法缘如果殊胜，法缘成熟，才能够遇见信者。这是相问大佛是师众弟子啊，你就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啊，自己要法缘有多么殊胜，可别轻易的错过。所以以往对于僧众啊，要求见性后再开始度化众生，至少啊，至少要悟到了。但在现在来讲，这部分可能就困难，说明有些名师见性啊则难逢，但是佛法还是需要传下去。所以啊，即使啊讲经说法，法师们有一些啊还不到见性，也得出来讲经，这时候就要非常谨慎小心啊。许多时候不懂就别提，即使提了就带过啊，可不要用自己的意思哦去解释这个经文哦，这不行啊啊！因为如果真的能够用自己的意思解释经文，没有出错，那就是见性了。就是因为你的意思啊，离正的佛道、宇宙准则、真理、正道还有距离，有出入，甚至啊亦有所偏差。这样子你说出来的话，大家相信，甚至照样去做，那你不但造业，而且如果这句话又刚好被人家啊截取下来传下去，说这个话不就偏了吗？啊，这么话这个业从哪里算起？如果是你说的，当然是你从你算起；如果你说是按照你啊所看到前辈祖师大的古人这说法，甚至就是现代哪一位所说的所提的，你把它附啊述录下来，那么这个业就从刚开始写出来说出来，那一位算起，你的业就比较轻了。所以说讲经说法啊，重不重要？重要，非常重要啊！我在进宫也不需要花了60年时间仔细说话啊，不敢重大，但要非常小心。这也是为什么进宫啊，不带有自己的个人的意见啊，尽量依照经典啊，论着上面的所讲的字啊，来告诉大家。当然，能会贯通之后把它说出来，但是这根本的核心不能离开这个经。经律啊，经律啊，论啊，则啊，住啊，上的意思。进宫之弟子还没有渐进成就佛道，所以不敢答应。这也是在栽培讲经人才的时候，越是进化越能够上台。当然了，这是在没有见性者讲经说法情况下。啊，这个退其呀、啊，啊，退而求其次的一个方法。
啊，如果我执着我重啊，我见啊，我执我见重，主观强，个性强，事实上这个人不是那么适应和讲经。像这个主观强、自见强，我着魔啊。像很多人主观都很强啊，除非啊，他能够拉捏等待得住自己，不再讲经时加入自己看法、主观意见，但是这个叫有些困难。因为啊，解答问题的时候就容易出错啊，在讲述的时候也许有范本啊，或者内文，我依照这个方法去讲，那还行。但是在回答心中问题，那可能要拍拍啊，就怕出错，出错也不见得会被发现，因为主观个性都是污染，在讲的时候把自己这种主观个性加进去，不但自己造了业，也污染了对方。你说这个问题是不是不止造业，可能造了第一业？所以污染这件事还真的是要非常注意。什么叫做污染？心念之事，念头想到自己是污染，贪吃贪嗔痴慢财色名食睡都是污染。这么说比较快的，因为啊，大家对这几个字所包含的意思比较了解啊。啊，这个常常在讲耳提面目了啊，就算是如此，大家还是常常一懒再懒，二懒三懒，就是时常放过啊。起心动念最容易的放过的造罪的，你一旦起了这个念头，不知道会不会再起第二念头、第三念头、第四念头，还是就此打住？这可是要有决心哦，才能够止住啊，止得住。或者啊，念佛持续发展下去，有些甚至止都止不住，加上啊，行之造业就加啊加罪一点。尤其僧人呢、啊，出家人啊，知错犯罪啊，知过放过，知戒犯戒。那就是罪上加罪，啊，所以呀、啊，啊，起心动念非常容易造业了。所以书籍是说讲经时啊，也提到无念，啊，是不让念头造业最好的方法。当然要修，要从有决心开始，啊，能够觉醒到自己起了这个念头，啊，如果是善念那还好，如果恶念念头起，赶快止住。啊，这个止住啊，止住不住啊，止不住的多了是累，那就好随业去啊。愿会起念头，有的也是因为业力的现前说明，如果没有善知识、啊、在旁指点，你可能就继续造业轮回去。有时候、啊、连善知识指点的时候你都还止不住，那真是太可惜，就要到地狱受苦，很苦，到时候可不知道书记是说还在不在人间啊，那可能要他在才有办法救你。如果书记是说不在，呼天唤雨谁救你？除非你能够念出南无阿弥陀佛，或是阿弥陀佛四个字念得出来，那阿弥陀还可以救你。所以讲经说法的人啊，能行非常重要，但也不是那么啊困难。每个人发言不相同，如果把一些注意事项注意到，有个啊法言也可以对众生说法，即使一句两句啊，或让对方啊听进去一句话啊，都是指啊还没有见性来说，都需要啊如此啊。如果见性者一上台讲话，那又不相同，那可真的是随所念来啊，是一法，就是说。内文百听不厌呐、啊，每说一次法，啊，总是让听闻者有所受益。为什么？因为啊，见性者可能啊，观机而言，观机而教。如果是一对一啊教导的时候，那更殊胜，是针对自己问题啊，啊，对症下药。如果你摄受了听话听懂，照改，那可是事半啊功倍，这叫做。啊，突飞猛进！如果就算是一对一啊教导，你还是鸭子听雷听不懂，听不懂没关系啦。见性者所谓的善知识可以啊，
再针对你的问题表达，可能用的是，可能用了比喻啊、法啊，举个例子，或是在你眼前啊任何可见啊，能帮助懂啊，让你了解，只是你愿意学习，见性者都愿意教。但是如果你没有心学习，再好的法也救不了你，只好结了这个缘。啊，生老病死随啊随缘而去的，就怕我们执着我见我强，又不肯舍我，舍自己的执着，把自己的主观啊抓得紧紧。你的主观啊强过于啊对见性者所说，这样子你说你怎么学啊？啊，人的生命有限的，学不到，所以啊，求法者可以啊，心态非常重要。你到底有没有要学习？有没有想要成啊？成就寻回自信，找到真理啊！啊，自信。如果真有心有愿，善知识见性者会帮助你更明白，早日找回自信。毕竟不是每一位都有机会可得到一对一的教导。进化是艰辛呐，必经过程。污染呢，也是遭遇。从污染进化到艰辛，还有一段过程。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所以这个选择啊，这个选择性啊，给大众讲啊。啊，选择在一家或一出家，选择知识或无知啊，选择老或不老，选择生啊生病啊，或是啊啊或者是不病。选择轮回与西方啊极乐世界啊，都在心啊。像我们现在闻到大法，也给大众讲啊，这个心都非常重要啊，心里都要想好，不要想坏啊。以心何在？以法缘呐得性啊。以心性即啊，性我有多深？像这个就非常的深广啊。像我们今天学佛，大部分性佛不深。啊，信我不生就有后路了。假如我们啊都有后路啊，大部分都不能见性。像你在我们贵宝地啊来这几十年呢、啊，有后路啊，告诉你、啊，对佛是没有信心的啦。很多人不懂的。啊，没有后路啊，给大众讲，对佛真正的可以往生西方。我给大众讲要听的，这不是骗人的啦。人道啊，不懂哦，没后路的啦。像说我们家哪有家啊？